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分析的是明天台版要开的6月8号《浪漫的纯白风暴》活动转蛋的复刻。那这一次的话，因应他们的复刻也有做一些基角色的上修，所以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，这些上修后的角色呢变得如何哦。那这次的话，我觉得比较明显修的是两只65C 啦。那看起来杜甫是没有什么修，我觉得杜甫其实差不多也该修，虽然他在以前是号称假60真65啦，但现在以65的强度而言的话，他现在大概就真的是60C 还里面的简短般的角色。那如果像是你没有地龙财神啊，或者是你没有像温泉阎罗这种超重炮打手的话，我觉得杜甫算是一个蛮值得入手的一个角色。那他的几率也算不错，就是抽的机会1%，所以我觉得丢个10抽20抽要把杜甫拼出来也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讲两只角色。荀子的话，我觉得整体的表现来说，上修后的状况算还不错，就是已经没有在限制说一定要绿珠起手。那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使用上会弹性许多，就是你可以连锁黄珠啊，然后就留一些版面，留更多的绿色珠，然后让下一波攻击再来使用。所以呢，荀子的话的上修，其实整体来说算是让它的可使用的弹性空间变得更大，那控制版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好一些。那北东二的话也是改成动物角色，暴风机的强化，那木属性的动物队的话角色并不算太少，可以配的也不算太差，所以也算是一个还可以的种族。啊，点燃次数加2的话，这个就也不太需要用到舰队的地方。啊，被动4的话是各阶层开始绿属性缩短1哦，那我是觉得还算可以啦，有些队伍的时候也是会可以需要用到。再来的话是郑成功的上修，郑成功的话，第一个上修的是他的弱 C 量，然后还有弱爆弹量，好像都有做一个简单的上修。啊，不出现蓝珠的话，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技能组。也把他那个最被诟病的一回合只加60三维的改掉，那变成加200的话也还算是蛮不错。那如果他的落 C 率够漂亮的话，这个输出也会还蛮不错的。那被动4的话也是从特大缩短变成超大缩短，那这个改变也还算 OK 啦。啊，被动3比较可惜一点点，就是应该还是可以连自己也可以减啊。我觉得以他的技能组来说，其实是还真的蛮需要一些减 CD 来增加它轮转速通的，因为我觉得正成功的话也不太需要玩到减两只复制人，我也觉得不太需要，大概一只就蛮足够。那队伍内也可以放别的角色这样。那其他60C 的话，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做什么上修，反正这一次就是有孟子优跟吕洞宾嘛，这个最常来防守我的两个蓝属性角色，哎，对，看到他们我头就痛。啊，我们就在这边作死啊！反正我觉得这不可能发生。如果这部分析影片呢，超过100个喜欢，我就再花个大概至少再花个2单看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把机会让给你们了，我就拿这2单来拼吕洞宾。这2单吕洞宾99算我的，好不好？100个喜欢，我就找时间开直播拼了吧。反正我觉得不可能，你们做不到，而且尤其是这种影片后段，大家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，大家不会按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，简单的分析一下。那喜欢我今天影片，按个喜欢。啊，算了，你们不要按喜欢好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按，分享就好，分享就好。今天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